我叫 Siti Aisyah Nur Azizah。我叫 Zanetta Ananda Rafa。伊佳你好。你好。你去哪儿？我去图书馆。图书馆，你没有空吗？今天几月几号？今天七月二十一号。星期六，今天星期六没有课。你每天几点上课？我每天七点半上课。你每天有几节课？我们每天有八节课。你什么回来？晚上五点回来。你们班有多少人？我们班有二十九个人。你去哪儿？我去买东西。附近有超市吗？银行对面有一个，就在有去，方便。谢谢你，再见。再见。老板，我要一个面包。三块。我家有两瓶水。还有别的吗？要一瓶奶茶，一共多少钱？一共十块五。谢谢老板。谢谢。